们要来搭这个船，这好好玩哦！哇，哇，这感觉很好玩呢。嗨，大家，今天是济州岛的旅游第四天。然后因为我们前一个晚上是住在靠近南部的民宿，那南部的话有什么很值得去的地方，就是西归浦。西归浦呢，这边就是在济州岛很有名的南部的小镇。然后西归浦上次我来的时候我就有拍过，这边有一个很有名的市场，东部有一个东门市场非常有名嘛。南边的话有名的市场就是每日偶来市场，它的名字很可爱，就是每日偶来西展。那它的话呢，不算是夜市，就是它是那种传统市场，然后有卖很多小吃。因为我们今天晚上就要回釜山了，我们就没办法去东门市场吃夜市，我们就决定来偶来市场吃小吃。就是每次出来玩最期待的就是去市场吃小吃，因为市场里面都有很多隐藏版很厉害的小吃可以吃，好期待哦。上次我来有吃到一个很厉害的包子，就是一个黑猪肉包，我觉得非常好吃，很惊艳，所以我就是为了那个包子回来。跟着我们一起去吃吧。我们就是吃了早餐，午餐就决定在市场吃小吃解决。 Go go， 我们进来这个市场了。它这个市场其实弄得蛮干净的，就是还有这些遮阳板可以遮雨，还蛮凉快的。狗狗哦，这有卖一些生鱼片，它都有写价格，所以不用怕会被骗钱，感觉也是蛮厉害的哦，都是现切的，好多鱼哦。哇，这边卖很多伴手礼，这个是，对啊，好多橘子，可是因为现在不是橘子的产季，我觉得可以不用买。前面有那个吃的，就是那个在冒火那里。哦哦哦，好漂亮哦，那里是啊，非常漂亮。这个是炸猪肉饭卷，哦，这感觉很好吃哎！但是我的目的是旁边那个包子，那个包子超好吃的。它里面的猪肉很香，是那种胡椒味的猪肉。我知道怎么喜欢它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跟台湾的包子很像。它不是韩国的包子，因为韩国的包子里面都有冬粉。对。它就是完全是纯肉的包子。我也很想吃啦。我问你，这个讲配着吃的话，蛮好吃。这个是
那个济州有名的虾 C 五吗？对。虾子包。哇。里面有奶油的，有虾子才上的。我上次就吃这奶子包，真的很好吃。哇哦！好满足哦！哇 ，lobster 괜찮아，烤鱿鱼，但是这个台湾也可以吃得到。这边旁边也有很多就是餐厅，很多人会来这边吃生鱼片。感觉也是蛮道地，而且我觉得不贵耶。我们昨天点那个外带也是差不多这个价钱。这边就是传统市场区了。这是卖肉干的店。이렇게제손상태그리고선택해주세요我们的肉在烤，好了，我们吃完这两个应该就饱了。嗯，这个是什么啊？无麻辣鱼。啊。它跟我想的不一样，它是外面裹一层猪肉片，然后里面是泡菜，蛮好吃的，酸酸辣辣的感觉。他就说鲍鱼饭卷，可是我吃不出来鲍鱼的味道。对啊，就是麻油味。里面有很多纪念品店，来逛一下。橘子帽又出现了，什么？是橘子蜡烛哎，好可爱，很可爱耶！橘子蜡烛，石头爷爷，但是他做的好精致，很可爱耶！哦，他不是只是一个装饰品，他是那个你可以点精油在他身上，然后可以带室内芳香的。怎么办？我好像有点被烧到了。夹心饼干有绿茶跟橘子的。因为它不贵，所以买来送人还不错。这边有很多济州岛才有的饼干，哦，好酷哦！먹어볼까？黑猪肉泡面，第一次看到。逐渐发福的两个人，变黑又变胖。买这个 Omegi Dog， 这边也这个也是济州的名产。就是年糕，嗯，먹을수있어？나중에만먹어。내일가서고쳐준다고그래。因为刚刚买了年糕，想说来买个咖啡配，然后在车上吃，因为我们下一站有一个很重要的行程要走，所以要先离开了。白中原的咖啡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哦，他们现在改成这种就是可以回收的杯子，所以呢你在点外带的时候他会跟你收300块，就是回收杯的费用。那你之后喝完了以后呢，就回到店铺，就是可能连锁店都可以，或是有这个机器的都可以，你就是把
它回收了以后可以收回300。嘿，感谢阿弥达。啊，就是好像只有这一家可以让你选冰块，你可以选这种碎冰，或是我这个是就是一般的冰块。碎冰 ，good， 碎冰看起来特好喝。大家有看到这个条码吗？就是300块，之后要还杯子才可以再获得300块回来。我们要来搭这个船。塞车了，塞船了！哇，好可怕！哇，这好可怕哎！哇，哇，好好玩哦！这离水好近哦！哇，但是这个你要保持平衡很难哎，因为它很晃。好啦，虽然这个水很浅啦，就是掉下去就当作泡个水而已。有石头，我也有划龙舟啊。对对对对，그거대회나갔는데꼴등했어。啊，这个真的很好玩呢，因为这个环境很清幽，你可以在这个。哇，밑에다볼哇，这水超干净，镜头应该看不出来，可是水真的很干净。嗯，好好玩哦！你看我，你这个屁股还要保持平衡，不然会两边都同。如果我们两个都是重心在同一边的话，就会掉下去。对啊，好紧张，屁股都出汗了。뭐떨어졌어핸드폰他们在找东西，不知道在找什么。济州岛，拜拜。